会遭遇小怪。 虽然能听到雕的声音，但这山崖的坡这么陡，我可怎么上去啊？但是如果不把大黑雕赶走，那两头小白雕一定会没命的。对了，用蒙古人教的流星剑，把这大黑雕赶走。 是11把，11把。哦，打中了。<笑>是啊，配音蛮特别的哦。
啊，让你吃惊了。倒是你的功夫真好啊。下去啊！放心，我不但会教你怎么下去，还会教你怎么抓那两头小肥雕。真的？你先告诉我，你会什么武器？我会的不多，最近刚学的有粤女剑法、妙手空空、流星剑。粤女剑法、妙手空空是外用，两个刚字是以用外力为主。流星剑可以算是内功，则讲求柔，是以用内力为主。有人说以柔克刚，那也就是说内功比外功厉害。练外功是有止境，而练内功是没有止境。所以说，练得上乘内功的人，他的内功应该比外功厉害。上乘内功，师傅也说过，那我从蒙古人那儿学的内功，就不是上乘的内功啊。对，用气化力是内功的基本道理，但会上乘内功的人会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气，他不但会用气化为力，还可以使自己的身体变轻浮在空中，这就是一般所谓的轻功。等你学会轻功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身轻足健，登这个山崖可是轻而易举的了。但是我蠢得很，我日夜拼命地苦练武功，师父总说还是不行。说到他说拼命，正常应该说叛逆。那也未必尽然，这是教而不得其法，学而不得其道。你的话我实在不明白，但我愿意试，请你教我好吗？不过他的师父比人家大，要是我传他武功，他师父知道后必定不快。既然他内功不好，瞧你倒也有诚心，我就先传你一些呼吸、坐下、走路、睡觉的法子。呼吸、坐下、走路、睡觉，这些我早就会了，何必要教？一般睡觉，何必要我教你？我有四句话，要牢牢记住：思定则寝忘，体虚则气运，心死则神活，阳盛则阴消。睡觉之前必须脑中空明澄澈，没有一丝不安，然后欠身侧卧，鼻息连绵，魂不耐荡，神不外脱。你就在那块石头上睡吧。三日后，我感觉丹田当中好像有一股暖气渐渐的升起，心宁神定，浑身舒畅。看来你已经入门了，会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气了，以后可得多打坐练气啊。谢谢你，道士。内功增加30，心功增加20。我已经教了你练功的法门，相信你已经能够登上这个山崖了。就此暂别。喂，道士，你得告诉我你叫……嘿。
一下，你们可就放心了。郭靖的少年从小弯腰。那我要等下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我去问一下。啊，我按到了，我按到了，对不起。好玩。想到最后的一击，不知道静儿最近武功练得怎么样，让我试试看。贫道马玉，九牧江南七怪大名，今日有幸拜见，请多指教。哦，原来是全真教掌教道，失敬失敬。不知道长光临漠北，有何见教？他们俩人原来认识，可是与令师弟嘉兴比武之约有关吗？毕师弟爱与人赌强争胜，踏为清净无为的道路。贫道敢与出家人一己从人，擅自教了他些强身养性的法门，并未传他一招半式，更无师徒名分，请您见谅。失礼，都是我错怪您了。贫道云游无定，不喜为人所知，就此暂别。咱们后会有期。你是全真教的道长，那你一定知道丘处机道长，现在他在哪儿？丘师弟，他跟我一样都行踪不定，我也好一阵子没见到他。
这样啊，那谢谢您了。师父，你们俩人原来就认识啊？阿玉，人称丹阳子，为天下有名的全真教掌教，江湖上谁不知道？刚才马掌教说什么比武之约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，往后你会明白的。好小子，你的武功已稍见长进，今天师父高兴，再教你一招判官双比，看好。没有。双柄是发挥不出作用的，可惜我只有这把破烂的纸扇子，就是给了你也顶不了什么用啊。师父，华筝不见了，我找遍了全村都没见到他的踪影。什么声音？好像附近又出了什么事。华筝？难道是他？不，他不会出事的。师父，我去把华筝找回来。长老换扇子。长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蒙古村外不是很安全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刚才听到一声巨响，我才担心地跑过来。长老，那山洞的门为什么老是关着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山洞里面阴森森的，经常闹鬼呢。闹鬼？听长一辈的人说，山洞里有暗道，暗道里还藏着金银财宝呢。道，它通往哪里啊？这以前也有人找过，结果不但暗道没有找到啊，却说碰到了鬼。大家一害怕就把大门关了，这几十年来就没有人敢再进去过。PS1 开关好像被人动过了，糟了，一定是有人进洞盗跑了，得赶紧回村里告诉大伙儿。长老，我走得快，还是我回村里告诉大伙儿吧。你看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这灵芝草给你治病。该怎么样感谢你才好啊？啊，对了，这把祖传的铁扇呢？我使它已经力不从心了，你拿着它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不嫌弃的话，就拿去吧。这，长老，你有偷听我的讲话？这，我怎么刚好拿扇子给我？好孩子，拿着，它更适合让你带着。谢谢长老。可以用判官双臂。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真让我害怕。龙魂骑士听过，但是还没有去碰过。我会看情况，因为之后实况的就是光明。就是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，
海妖光明 AI 有三部曲啊，所以会蛮长一段时间。龙魂骑士要排的话，要排到比较后面。先回家存个档。因为还有魔戒，魔戒也可以实况。待会实况结束，我先看一下那个 Lester Ringer， 然后还有龙魂骑士。放空，我一直走几步就觉得想怪。
们在这儿。郭金哥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我刚好出嘴，就换了这个大鬼。别唠唠叨叨的，喂，臭小子，想妨碍老子的事吗？你凭什么乱抓人？快放了他！老子正愁抓不到你，才抓了个黄毛丫头来充数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。杀了我这么多部下，现在老子要让你把命留下来。四鬼头领，他武功很厉害，可别小看他。妈的，老子黄河四鬼又不是吃素的，怎么会怕一个臭小子？是是，你们金国不仅去南宋杀人抢掠，还对咱们蒙古虎视眈眈。自从你们金兵魔鬼来了蒙古之后，我们就没有一天太平的日子。爹就是你们金坏蛋害死的，我要和你们拼了！臭小子，死到临头还喷什么狗血？爹死了关我屁事！啊，臭小子，想打赢我，再老实的去吃十年饭吧！郭金哥，大鬼头，让我较量较量吧！记住，都给我上！金国万岁！
是，别想逃。定了，我撤。四鬼还有什么面子？你要杀就杀吧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你得老老实实的告诉我。只要我知道，我一定说。你知不知道有位道长，名叫丘处机的，他人在哪里？全真教的丘处机，谁不认识啊？但是我听说他居无定所。只知道他多在江南一带出现。江南，看在你实话实说的份上，快走吧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郭靖哥，我不想留在这里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开始我也没有信心，但是想到我爹就是惨死在这些金兵手里，我就充满了力量。对了，郭靖哥，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听啊，小雕的声音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两条小白雕在崖顶上受了伤，你能好好的饲养它们吗？能。这两头白雕虽然现在还小，但是长大了可凶猛得很啊，你喂它们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小雕啊小雕，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的孩子，名字嘛，一个叫英英，一个叫海海，郭靖哥你说好吗？好听啊，好听。晶儿，你武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也该到江南去闯一闯了。真的，能去江南了？我得去跟妈商量一下。晶儿，去江南这么远的地方，没有匹快马是不行的。